傅彦斌是我们的新客人。Hello， 彦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很高兴能够来到台湾跟大家见面。傅彦斌在内地非常的走红，然后得到了很多的大奖。可是这是第一次来台湾待这么久的时间，是不是？对，第一次来，所以很期待，因为跟很多的歌迷就是很久没见。看到我本人有吓到吗？不会啊，我觉得很漂亮。对，我就是说被漂亮吓到。就是你的美已经震惊他，是不是？还是说你根本没在 follow 我们节目？有在看吗？有啊，爱看是不是？还知道你结婚了。哦，还有小孩。OK， 我告诉你，胡彦斌真的被美吓到，是谁的美？谁？你这样的眼神，你这样眼神，我就不好意思讲，可以讲吗？谁？林志玲。好老套哦。他说他跟那个百人唱奥运的音乐的聚会上遇到，志玲有去唱奥运的歌，就你没有去哎。因为我刚好时间比较满啦。什么耳鸣吗？你真的觉得林志玲本人很漂亮，是不是？其实我来台湾，我觉得台湾的女生个个都是林志玲。少跟我讲那个场面话。那因为真的，因为我觉得台湾女生讲话很嗲，然后就让我觉得说，哦，个个都是林志玲。OK。所以林志玲本人跟我本人有落差很大吗？是啊。你因为你讨厌讨厌。你说小 S 懂音乐对不对？那小 S 现在唱一句，然后你要做评断哦，哈。哪一句？哪一句？随便你，小姐，你会的歌这么多，你把我灌醉。你也会醉？我只要听一句就好，你可不可以不要打字吧？你把我灌醉，你让我流泪，烫伤了所有罪，我拼命挽回。哇，很不错哎！所以这个也是你的哪首歌曲吗？是啊，我的音，真的，我的音质很适合这种，你知道，有一点豪迈，但是又沧桑。是自己讲评吗？好，你既然敢唱，我就要听他们三个讲。来，林宥嘉先讲，你觉得他唱的怎么样？没有不好哎。你为什么没有邀他去当你的演唱会嘉宾？你邀了吴宗宪哎。哎，对哦，如果腰会一定很。你现在才想到是什么意思？你那是什么语气？哦，对哦。没有没有，因为之前我还有就是听那个《爱你爱到死》那一张。哦 ，OK。然后还有范晓萱很多，是很多曲都是。我自己作词作曲。我希望如果可以再开的话，不要不要这样子，不要为了一个节目就毁掉你的演唱会，不要。可是我觉得会很好啊 ，David。我是在很多，你刚才不是想问他？我是在很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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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年前，因为你跟姐姐在一个节目，我还记得在中广的，然后有个工作人员在外面在说你们的，开玩笑一样的说，哦，他们是 SOS sister 什么东西，我是把他们臭骂了一顿。我那个时候就已经很喜欢你们的音乐跟嗓子哈，很久，他们说你们什么？Sister of shit， 真的吗？你曾经叫狗屎姐妹啊？没有，因为那就是 SOA， 他们就会说 Sister of shit， Sister of 潇洒妇什么什么的。哇，好神经病姐妹。对，我们也是苦过来的。下面大家带来这首《小丑》。好了，我去看你演唱会了。我不会哭哦，我会瘦下来了。可是他避开了你讲评你的歌声这件事。是哎。你没有讲评他的歌声啊，就是我一直都很欣赏他的歌声啊。真的吗？你刚才没有讲歌声，你是说欣赏我们的歌的音乐歌声？所以就算他唱你的歌，你也觉得可以吗 ？Yes, of course。当然好。胡彦斌想讲吗？我觉得真的很好，然后很投入。对，我觉得歌手最厉害的、最屌的，就是说可以
不顾任何人的感受，我自己唱到爽掉。不顾任何人的感受。对。你是说我很自私吗？活在自己的舞台上吗？懂顿嘞，懂顿，没有把他算人吗？他有去当刘若英的嘉宾，结果被刘若英吓到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之前其实跟他在一些颁奖典礼啊或什么就有碰到，但是没有从来没有讲过话，然后就上台就哦靠那么近，我就躲到后面去，然后后来就哦觉得不行，慢慢唱慢慢唱，后来就紧张。他如果会被刘若英靠很近吓到，那他如果请你当嘉宾，他会吓到死掉。因为五百有不镇定剂啊。他在五百演唱会上面穿那么少，然后跟他这边，因为我跟五百彩排的时候，就是我们各唱各的，然后五百老师就说。就是有点劝我说，哎，我觉得到时候演唱的时候，我们要有互动。他说，不然观众会觉得很无聊。我就说，哦，我知道，因为我私下是很害羞。然后演唱会开始，马上就，然后他就有想说，哎，这是有点太好了吧。市面上有两种，哦，一种就是亮的，对，对不对？一种徐熙娣，你可以把它打亮，对不对？要亮要开了吗？要开喽。要开喽！哎，你当我们是小孩？哇哦！你喜欢哪一种？你是说以站在舞台上的，当然是要亮的啊！真的吗？对啊。可是比较花本钱呢。这花点小钱也要计较啊！在台上应该只看得到这一种吧？就是举起不亮的，应该就是一片黑。不会啊，这旁边荧光了，他们打开我就亮了。等于说他们要帮忙照是不是？对，这个比较环保，对啊，比较环保，对。哦，对了，因为每次我在台上看那个很多个偶像要轮流上台，大家不是会比赛谁的牌子比较厉害吗？对，其实亮的我也蛮喜欢的。然后我在台上就会为那种不亮的稍微担心一下，就说哦怎么办？一拿出来气势就比较弱一点啊。可是颜色还是很漂亮啊。对啊，我有平方啊，你看。知道了，好。冰冰，你是他粉丝？等于说你爱林宥嘉跟陈汉典。哇！我要专访他。好，来，请你到这边来。你可以背对着我们，没有关系。那个，请问，那个牌子是你自己做的，还是他逼你做的？我做的。你做的。请问你今天是要来看林宥嘉还是陈汉典？都有。所以你爱林宥嘉跟陈汉典是一样多吗？林宥嘉比较多了。Oh, okay. 所以你今天是一箭双雕的意思吗？所以汉典帅还是宥嘉帅？宥嘉。Okay, 那汉典存在的意义是什么？他好笑啊。那如果他今天出唱片，你会买吗？要看看，要听看看。他没有那么昏庸啊，就是他听看会考虑。可是就是反正他让你觉得很快乐，对不对？嗯。所以如果交往的话也可以。如果呢？哎，汉典，你来跟人家抱一下啦。